语会的长官贵宾，那内同亲戚的，那内亲家后朋友，以及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盛情莅临，创校一百，悠扬一百，我们传承百年，精彩大南，今天的校庆感恩音乐晚会，感恩有您，感谢有您，在您的付出和努力，同时也让我们新传百年，百年的校庆周年，和大家一起，我们所有的校友们也回到我们的母校，一起来盛情聆听这一连串精彩的感恩音乐晚会。同时在我们今天现场也为大家来一一的介绍与会的长官贵宾，也邀请我们与会的长官贵宾呢起立跟大家来挥手致意哦。首先欢迎我们的主办单位，同时也是我们的大家长，欢迎大南国小校长，欢迎谢正龙谢校长，掌声来欢迎谢校长，欢迎校长好，欢迎。也邀请我们与会的贵宾一一的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的上方，一起来接受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嘉宾的掌声的欢迎，来欢迎我们的谢校长，欢迎，继续欢迎大南国小校友联谊会总干事，欢迎陈总干事，欢迎，欢迎会长刘俊豪刘会长，欢迎大南国小家长会会长刘俊豪刘会长，欢迎校友联谊会会长黄素南黄会长，继续欢迎大南国小校友联谊会总干事陈文坤陈总干事，欢迎，欢迎新社区农会罗文正罗总干事，欢迎，继续欢迎大南国小校友联谊会委员张金宝张委员，欢迎建行国小辅导主任，欢迎黄积芬黄辅导主任，欢迎，继续为您邀请家长会副会长，欢迎陈立南陈副会长，欢迎，欢迎志工队队长洪队长，欢迎，以及欢迎我们的校长夫人也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继续邀请我们与会的长官贵宾，欢迎阮林轩议员议员廖主任，以及继续欢迎，欢迎我们蔡成规蔡议员，我们的主任也莅临来到现场，欢迎，欢迎阮林轩阮议员台中市议员阮林轩阮议员，我们主任，以及继续欢迎我们台中市议员蔡成规议员，欢迎特助也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我们的朱特助以及廖主任，代表阮林轩阮议员以及蔡成规蔡议员，我们的特助再次的欢迎，以及新社行道会的林牧师，再次的邀请我们所有与会的长官贵宾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来欢迎新社区公所主任秘书王伟成王主秘，也欢迎，非常开心的大好日子，我们所有的校友以及与会的长官贵宾莅临来到我们新社大南国小创校百周年校庆音乐感恩晚会。首先我们先邀请我们的大家长，来邀请我们的校长谢校长为大家来致辞，掌声欢迎我们的校长。谢谢我们今天最美丽最专业最活泼的琪琪，好，我们的主持人，我们是先给琪琪主持人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今天四点就到学校啊，来准备好，那我想我们台上的所有贵宾啊，我们不管我们家长会校友会，还有我们两位议员的主任跟特助，特别是我们区公所的王主秘，好，也到场来给我们加油鼓励啊，好，还有我们在场所有的来宾，各位家长，各位好朋友们，还有最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校长正在这里啊，真的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特别也很开心，因为我们大南国小这一百年来，终于在今年，我们能够轰轰烈烈、盛盛大大的来为这个母校庆祝百周年的生日，特别是今天晚上，我们在去年开始就规划今天晚上的校庆音乐晚会，那我想真的很特别，我们学校的主任老师们都非常的用心，邀请我们今天晚上非常专业的团队，那我想在这边来跟各位报告，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啊，真的非常精彩丰富，而且非常有意义。除了我们邀请专业的这个铜管五重奏的一个乐团，另外包括我们的家长的乐团、校友的乐团，
还有我们小朋友的表演，我想也代表亲师生跟我们的社区一起结合，来为我们的母校，为我们大南国小来庆生。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花了很多的心力，但是这一切的辛苦都无非希望凝聚我们亲师生跟我们校友的力量，让我们大南国小越来越棒，好不好？好。尤其我们台上这些贵宾们真的都是我们大南国小的贵人，特别不管我们家长会、校友会，甚至区公所、农会，以及我们两位议员，特别是我们的江启程立委也是，都是我们学校的贵人，非常照顾我们学校以及所有的小朋友。我想在庆祝、在准备庆祝过程当中，真的深深的代表学校感谢所有协助我们大南国小的贵人们，让小朋友有一个更多元、更快乐的学习园地。那我想今天晚上的节目算是我们校庆这个活动的第四套但是也是我们这学期接近校庆当日12月14号最接近的第一响炮。那希望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响宴带给大家一个轻松愉快美好的夜晚，来一起为大南国小庆生，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今晚能够享受音乐响宴，阖家平安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校长谢振龙，谢校长继续为您邀请大南国小家长会会长刘俊豪刘会长为大家来致辞。好，会长，好，会长很客气哦，谢谢跟我们挥挥手哈。我想我们先邀请这个贵宾好不好？先邀请贵宾哈。我想我先邀请我们家我们就按照顺序，我们蔡议员的特助可以吗？助理特助，去。好，那我们就恭敬不如同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新社区公所代表我们林区长的王祖密来为大家勉励致辞，掌声欢迎。欢迎我们新社区公所王祖密，欢迎。我是被他踹出来的，因为区长今晚上到台中去参加活动，我想这100年非常的难得了。那我想后面的这个节目一定比我说的还精彩。那我在这边祝福台上的贵宾，还有我们台下的这个家长跟小朋友们还有我们大南国小这个100年生日快乐，今天的音乐会圆满成功，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我们新社区公所王祖密代表区长，谢谢祖密。好，那接下来我想邀请我们蓝林轩议员的廖主任，是不是也给大家支持一下？欢迎我们台中市议员阮林轩阮议员，廖主任代表阮议员莅临来到现场，也是我们的校友，欢迎贵宾，还有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小朋友的家长，大家晚上大家好。好，还是跟区竹蜜一样了，听音乐会比较实在，听我们讲话好像蛮无聊的，对不对？好，还是不要讲那么多了哈。也祝福晚上我们所有的家长跟小朋友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响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台中市员阮林轩阮议员，我们的廖主任也是我们的校友，再次的感谢。总干事，好不好？我们这样了哈。那我想在最后再邀请一位哈，一定要邀请我们校友联谊会的会长哈，我们大南国小为了庆祝100岁的生日，我们今年真的费尽了很多的心力总算成立我们100年来的校友联谊会哈，我们是不是掌声欢迎一下我们黄会长黄素南黄会长，欢迎为大家致辞。欢迎校友联谊会黄素南黄会长致辞。谢谢哈，谢谢这一次有这个机会让我来圆我的梦哈，因为我是大南人哈，我的名字叫黄素南，南字就是大南的南。那我想这一次我们能够成立这个校友联谊会，除了学校校长还有我们的主任跟所有的老师的支持，我现在一定要谢谢就是我们李义成好副会长请出席一下，还有我们的总干事哈，这个对那个陈文坤陈老师，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是互相鼓励的。其实我们在最辛苦的时候都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讲好了，我们三个一定要彼此鼓励彼此撑下去，所以我们圆了我们的梦了。我们本来要募款的我们已经达到了而且超标了，所以这是我们给学校最好的礼物好，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1楼2楼3楼都建设好，那以后希望大家能够在共同大家相继的一起努力好，就是大家努力的成果好，谢谢大家。
非常的谢谢我们校友联谊会黄素南黄会长。好，那校长呢，我想邀请我们在场的所有贵宾，我们的家长小朋友们，给我们在场所有服务的老师，还有我们最辛苦的志工队，尤其我们的洪队长，我们的慧佳妈妈亲自也来知情协助任务，我们是一个掌声，谢谢他们好不好？谢谢我们的师生团队，谢谢，也谢谢我们的志工队队长带领我们的志工们。同时在这里我们要一张大合照的时刻呢，我们要来邀请我们刚才还没有上台的贵宾哦，来欢迎家长会副会长，欢迎张日明张副会长，请上台。我们等一下一张要一张热情的大合照喽，继续欢迎我们的副会长邱宏成邱副会长，请上台，欢迎欢迎家长会副会长张清辉张副会长，请问我们一起上台好不好？接下来这也是我们大南的百岁周年的校庆呢，在我们这个时刻也邀请我们所有现场的嘉宾现场好朋友来一起来热情同欢，在我们今天现场新传百年精彩大南现场的嘉宾，在舞台上的闺蜜，我们请竖起一下你的右手大拇指好不好？来，在我们今天现场创校一百悠扬一百新传百年精彩大南新社大南国小秀赞，现场嘉宾再次的热情掌声，恭贺我们大南国小创校百周年校庆音乐感恩晚会圆满成功。所以接下来第一个精彩的演出的团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家长，我们亲爱的我们的同学妈妈，哇，我们很厉害的哦，这也是来自于我们飞音乐团为大家带来第一首哇非常轻快的交醉的 Tango You。
哇，非常好听，酒醉的探戈，我们的来自于飞鹰乐团，一连串今天带给大家都是很轻松愉快的舞曲。除了酒醉的探戈，接下来现场嘉宾、现场好朋友也带给大家，哇，现在也超级夯的，在网络上呢很红的这首歌曲《拥抱你离去》。萨克斯风乐团由我们的辣妈妈们，来自于飞鹰乐团，也是我们的家长来组成的，为大家热情带来欢乐演奏。拥抱你离去，来宾掌声继续来欢迎，带给大家非常快乐欢乐的我们的曲目，拥抱你离去。抱着你的离去，数一行行你的泪滴，阵阵回忆回忆不忍睡，寂寞夜里只剩我伤悲，夜里天花乱坠，目睹你和他的暧昧，我的心在慢慢枯萎，悄悄的醉。如果亲爱的心痛，不爱的保重，那可爱的却成空，让我再一次感受你的温柔。如果那个是个意外，悲伤该如何全身而
继续欢迎，也是我们退休的老师也回到了我们的母校，欢迎马慧英马老师，欢迎欢迎我们的马老师，欢迎在我们现场，以及杨左奇杨博士也莅临来到现场，欢迎。同时我们也恭请我们立法委员江启臣江立文也非常的，以及我们关心我们现场的在地的雄亲戚都来了，请假后辈以及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现场嘉宾现场好朋友掌声来欢迎我们立法委员江启臣江立文，欢迎江立文，欢迎。好，谢谢主持人哈。我们乐团正在准备当中，我就借这个空档啊，跟学校祝贺一下啊，我们的谢校长哈，啊，家长会刘会长，校会的联谊会的黄会长，在场还有我们这一次啊百年筹备的主委啊蔡议员啊的主任啊，以及啊我们新社区的啊王伟成主秘哈，啊冉宁轩议员的主任啊，应该也是我们大南的校友吧啊。那还有很多的校友朋友，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先祝我们大南国小100岁生日快乐，今年是100周年，非常不简单啊。其实在这几年啊，我们啊三城区有好几个学校都超过了100岁，都过100岁的生日啊，甚至还有120岁的，所以这也代表其实三城地区的发展很早啊，那我们这边的学校也都陆续培养很多优秀的人才，那包括我们大南国小在内啊，是我们新社在地历史悠久，而且呢文化传承算是也非常好的一所学校啊。虽然少子化啦，还有高龄化的原因，学校的规模面临要缩小，但是呢教学的品质不止没有改变，我想是日益在提升。但是毕竟在整个大台中来讲，我们三城区还是相对比较偏远一点，所以早上我跟卢秀燕市长在一起的时候，我还特别跟他提到哈，就是我们偏乡的学校这部分如何给我们更多的资源啊。我常常在讲啊，市区的部分啊，其实啊市场的竞争就够了啦，政府要照顾的反而就是越偏乡的部分越需要政府的照顾，越需要政府的经费啊，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共同来努力。尤其今年100周年啊，学校算是面临下一个阶段，也进入下一个100年的阶段啊，祝学校校运昌隆之外，也希望这个我们下一个100周年啊，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机会参加了，但是呢可能很多人有机会参加大南国小下一个100周年的生日也不一定哈，祝学校生日快乐，校运昌隆，学校里面软硬体的建设我们共同来努力啊，那祝福各位啊，希望今晚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夜晚，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我们的立法委员江启臣江立伟，也特别莅临来到我们的大南国小，和我们一起来欢庆我们的100岁周年庆。同时在我们今天现场，现场嘉宾现场好朋友，新传百年精彩大南，现场嘉宾现场好朋友，掌声来欢迎麦子铜管五重奏，首先为大家带来这首古典的乐章小步舞曲。
请欢迎。
之后带来这么棒的铜管五重奏，我们是掌声谢谢他们五位，我们六位老师，谢谢谢谢。再次的谢谢我们麦子铜管五重奏非常专业精彩的演出。我想在这边有个不请之求哈，可不可以请蔡老师啊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五种乐器？因为我们多小朋友，我刚刚在想他们应该不太认识，可不可以老师哈简短的跟小朋友顺便做一下音乐课的上课，好不好？谢谢，谢谢校长。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介绍一下。首先我从最我的左边开始，这是低音号，不是大喇叭，要叫做低音号。好，我们低音号是不是要 solo 一下，让现场知道一下低音号的感觉，好不好？来，是最壮的乐器，低音号，王永坤王老师。哇，有雄壮威武的低音号，谢谢我们王老师。那么接下来来介绍一下我们乐团里面唯一没有按键的乐器，它是靠滑管，那叫做长号。长号，长号。那我们请张仁中张老师。好，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哇，好浪漫的感觉， 对不对？谢谢我们张老师。长号可以做出我们其他乐器没办法做，叫做滑音，那个滑音我们就没办法，因为它是靠管子。接下来我们请小号姚正龙姚老师。适合小朋友赖床的时候叫你起床，对不对？很适合。谢谢姚老师。示范了一个，就是我们叫泛音就他都没有用按键，就光一根管子就可以吹出那么多的音那接下来我要来介绍是我们全乐团里面乐器非常非常长的一个乐，你看它就是因为太长了所以他就把它打造成圆形的，那是法国号，谢月婷谢老师。好，欢迎谢老师。
接下来介绍最后一样乐器啊，是我们一般的五重奏所没有的，我们特别增加的，所以我们叫做麦子铜管五加一重奏，就是我们多了一套爵士鼓。那我们请蔡宏恩蔡老师来示范一下。好，蔡老师，爵士鼓。哟，可以跟着我们的爵士乐《欢乐热情》来摇摆。来到我们的新社爵士音乐节校庆音乐感恩晚会，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这一次的非常的谢谢。蔡老师，你又秀一下，你 solo 一下。那个蔡宏恩蔡老师啊，是我们蔡一辉老师的公子啊，哈。那蔡宏恩呢，也是我们陈兆宏主任的学生哦。哇，因为是陈主任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哈、邀请我们的这个麦子铜管五重奏到我们学校来表演了哈。来，我们请蔡老师也 solo 一段吧，掌声欢迎蔡老师，欢迎。好，有志从军的有为青年，赶快向国军团来报到了啊！再次的感谢，非常的谢谢。麦子铜管五重奏非常专业，非常好听的聆听，好听的乐章，掌声来献给我们的麦子铜管五重奏，谢谢。大南国小首先来邀请我们的指挥张庭荣老师出场，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张庭荣老师，欢迎我们在地的荣光，在地的骄傲，大南国小合唱团送你一对翅膀。Thank you.
精彩的曲目，现场嘉宾，现场好朋友，请您将目光焦点放在面对舞台您的右手边。百岁，我们的大南国校，这百年来经历了各个的年代，同时也从我们农村时代来到了非常现代的我们非常进步的现代，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大南国校精彩百年回顾的影片。现场嘉宾，现场好朋友，目光焦点请放在面对舞台您的右手边，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属于大南国小百年周年精彩回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够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一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你现在所搭乘的时光隧道，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我们今天面对舞台的右手边，这是属于新社大南国小回顾百年，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的照片，到时代摄影的我们的时代的影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可能对你来说最有印象的是下课后的福利社，或者是我每次一定要升旗的升旗台，还有授奖颁奖的升旗台，以及大朋友小朋友最喜欢的溜滑梯，对不对？可是我相信更多人舍不得的就是毕业季节的时刻吧。还记得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牵着我们的手走进校园，一副什么都不懂很可爱的傻瓜的模样，对不对？可是一转眼六年，哇，咻一下子就到了毕业的季节。六年级终究是要分离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照片。很感谢所有的知心好友，所有的校友们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现场嘉宾，现场的好朋友，继续坐着时光隧道回到了我们108年新设的大南国小，让我们继续来欢迎大南国小合唱团的小朋友，精彩的热情欢乐的演出，又唱又跳，带着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毕业组曲。星星小树下
在一连串的毕业歌曲还有余歌，现场嘉宾、现场好朋友，可以请您将您的手机转到我们的手电筒的模式，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挥动，好不好？虽然毕业歌曲离情依依，但是也和我们一起来欢度这百岁周年庆的生日快乐。星光点点，现场嘉宾、现场好朋友，有看到我们的星光点点在现场，请您将你的手机转到我们的星光点点手电筒的模式，让现场星光闪耀，分享这份百岁周年庆，你和我一起热情在一起哦。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就要升入国中了。
我们就要说再见，不知何时会相见，曾相处的画面不停重复上映在眼前，今年夏天有种令人不舍的感觉，徘徊在上今生的明掌声来献给我们，哇，这个在舞台上上镜演出的我们的大南国小师生的团队，也同时也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张老师。接下来现场嘉宾，现场好朋友，继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荣誉校友团队咯，来宾掌声来欢迎新社黑皮萨斯风乐团，感恩的心。
场，新社黑皮萨斯风乐团很厉害了，除了有荣誉的校友是老板，还有我们新社高中的老师哦，今天都回到了母校，和大家一起欢乐热情来庆祝，送给您这首在民歌风华很有名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继续为大家来热情的聆听。这首很好听的曲目《秋蝉》，一起来欢庆在我们新社大南国小百岁周年感恩音乐晚会《秋蝉》。Thank you.
柴献给您。接下来我们新社黑皮萨斯风乐团为大家带来拉斯德的歌曲《爱表加爱呀》，热情热力接力的歌曲，也希望大家一起为您的梦想热情来奋斗，热情来打拼，爱表加爱呀啦！来，再次的掌声来欢迎新社黑皮萨斯风乐团。让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朋友，大南国小木香鼓团为大家盛情演出这首大家很喜欢一起来唱动跳的海草舞，掌声欢呼声来欢迎木香鼓团，欢迎海草舞的演出，欢迎。像一颗海草，Bye.、Uh-huh.
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心病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喝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随心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却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能够创造出对音乐的感动，对音乐的自信。献上这首歌曲给你，五月天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再次的掌声来献给我们大南国小木香鼓团。
百岁周年庆了，感恩有您，感谢有您啊！在这里呢，也再次的诚请邀请所有的好朋友，别忘记了一起来参与我们新社大南国小我们百岁周年系列性的活动。那我们在今天的感恩音乐晚会也慢慢的告一个段落喽。新社大南国小创校百年，新传百年，在我们的感恩音乐晚会圆满成功，感恩感谢有您。给自己一个最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同时我们在舞台上木箱鼓团的小朋友也跟大家来挥手晚安，现场好朋友迎接我们新社大南国小熊赞。手名灯光起来不容小觑，可以叫我四驱，小驱的四驱都加一架四轮驱动的吊驱，啪叽怪啪啪。新传百年，精彩大南熊赞。